看还是别当了，就是说这今天我们不是表演啊，我们是来讲课的。对，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一节课的非洲鼓的教程。那先说说你这个圆扑隆咚这东西吧。这个叫非洲鼓，当然了它是从非洲来的。啊，非洲来的。自己长腿了吗？这个似乎没长是吧？似乎没长，它是飘过来的。对，然后木头的啊，能在海上飘。小心我麦克风啊，我麦克风很贵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鼓，它其实长得有点像一个小酒杯，超大的酒杯。这还小酒杯啊？应该是超大的。这我估计喝完以后你就找不着，对，不是找不着北了，我估计连南都找不着了。然后呢，它的中间是空的，是一个空心的。从这里边这像有点像炮是吧？对，从金门大炮。这里边就是它的共鸣腔了。OK， 然后上面是一层鼓皮，这层鼓皮是用兽皮来做的，一般的话是牛皮，还有羊皮。有羊皮的，有牛皮的。这样的话磨上，据说还有那个大象耳朵的，听说过吗？这个真没有，这没有，这个你可以听说过啊。那非洲鼓的鼓皮呢？其实，在非洲有很多种原材料都可以用，当然牛皮和羊皮用的最多，特别是山羊皮用的是最多了啊。那这个就是什么皮的？这个是牛皮的，牛皮的哈，那我们就当它羊皮的吧，因为大家买羊皮的会好买一点啊。然后继续，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见到的，最常见的一个尺寸的一个非洲鼓了，就是有大有小，是不是啊？它的个子会有，我们见到其他的会有小一点的，就长了有1.8米的，也有1.5米的，可以这么说吧。然后我们常见的就尺寸来说的话，会有10寸的、12寸的，还有14寸的。那有什么就是不一样呢？就是声音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大点的话，它的共鸣会更加的饱满，声音会低沉。然后小点的，它的声音就是高音和中音会比较突出一些，就是听起来比较清脆。这个是多少寸的？这个是14寸的。可能有点不当啊，对，12寸左右。他那个眼睛这个量不太准，我帮你量一下啊，就一掌多一点是吧？一般情况下呢，专业的非洲鼓呢，12寸、13寸、14寸的相对多一些。然后一般自己学习呢，那容易携带的话，10寸的会多一些，就是你可以背来背去的，因为这个似乎沉一点是吧？对，这个如果背起来的话，可能会有点费力的。说像半袋面，就我来拎一下试试。哇，日语就不说了。感觉是稍微有点沉啊，有点分量。女同学的话，我觉得10寸的应该就 OK 了吧？对，男孩子这个12到13的会稍微的，对对，是吧？因为有力气嘛，哈，可以背来背去的啊。那么这个鼓局好玩在哪儿呢？它可以演奏很多音乐嘛。因为它是一件乐器，就是能演奏什么样的音乐？我们平时听到的一些流行啊，或者摇滚啊，都可以。那我平时就不怎么听，没这种感觉。那应该我们可以先找一些试试，听一下感觉。找一些，那我就上网找一些试试。可以，是吧？嗯。等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好好表现。顺便问一下，你结婚了没有？没有。你今年有100岁吗？今年有100的1/4。那么老实，那么老实。好了，那我随便选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弹吉他的人经常学的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一首歌都会学这首。这个我估计某一宿舍楼下边经常打啊，这个歌看来是比较熟练，不小心中了啊，这摸彩票的几率。我们可以再听听其他的。听其他的。嗯，你比较喜欢谁呢？好多。比如说我以前比较喜欢比扬的歌。那算了。嗯，比扬的刚才打过了。刚才打过了，对对对对。那就再选一个汪峰的吧。
汪峰的我不会点，你知道吗？喜欢的我一般都不会点，我点羽泉的行吗？好吧。点中了，心里窃喜了，表情都看出来了。哎，说明这个非洲鼓真的是可以玩各种各样的音乐，对对对对。我觉得一两首还不足以能说明这一切。嗯，就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打。嗯，可以听一听试一。就是那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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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行了，你结婚的时候就这么自弹自打啊，不是自唱自打。嗯，等会张老师可以弹吉他。OK， 没问题。下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自由的向往。露怯了啊！别紧张，别紧张。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非洲人一般不跳这种音乐吧？他们会跳一些代表他一些民族特色的。比如说呢，这个非洲的节奏型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嗯 ，OK。这个非洲鼓还是打非洲的音乐会比较有魅力，对，是吧？嗯。那么流行音乐它一样是能玩，包括摇滚乐。现在很多人就说，一边弹吉他一边这个玩非洲鼓。对，可以一边弹琴一边打非洲鼓。啊，能不能一个手弹琴，一个手打非洲鼓？这个需要功力是吗？穿上这个啊，很聪明啊。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歌你打不了的歌。非洲鼓应该说非洲鼓打不了的哈，你都能打，我知道。
那么来一首老歌吧。听出来什么歌了吗？画房姑娘，可以说话，节奏别错。我独自走困的胸膛，你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你的哦，你问我要去向何方，这回我基本上明白了啊，非洲鼓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可以玩摇滚，可以玩流行，可以玩民谣，对，然后还能玩非洲人玩那一种，对对，就玩玩不会变黑的嘛，不会。然后非洲音乐的话，我们可以一般选择在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晚上要去办一个小型的篝火晚会，哦，我们就可以打那种非洲的曲子，因为那个鼓点是比较强的，容易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去做一些配乐是比较好的。也可以垫一个手提的这个录音机，跟这一样啊。对。然后放着，然后这样打着。对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围起来去打一些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很多人吗？很多人围起来打吗？对。就多少人？就一万人那种。我们可以吧。就听说过是吧？你打过多少人呢？最多？我们一般平时都是十几个人、二十个人这个样子，就是二十多人属于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少的？中等吧。中等，一般比较少就是两三个、四五个朋友，对是吧？对，就是你可以把你们班的要好的同学，嗯，或者是闺蜜，对，或者是兄弟都到一块儿。当然，你也可以和他们闺蜜在一块儿，是这意思，是吧？对，对，也可以去这个和你的兄弟到女生宿舍楼的这闺蜜下边去，去闺蜜一下，是吧？好，这程序有点乱，有点乱，是吧？哦，这个知道你的程序上不太好，嗯，没关系，你明天多插一内存条，就反应就快了一些了。好吧。那么，就它是我明白，它是一个表达情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对，是吧？嗯，就说如果你弹吉他玩的不好，手指头不灵巧，那就玩手腕。这意思吗？对，这个非洲鼓的话，其实它在非洲的话是可以当成一种沟通的一种语言，去打出各种的声音，去相对应的去交流的。所以说在，在就是我爱你怎么打？那我不爱你呢？哇塞！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我永远都不爱你，知道吗？这太简单了。对，非洲鼓确实一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乐器，它简单到似乎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据说是，对对，是吧？就是为什么说它这么简单呢？因为它的，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声音的构造的一些特性，就是比较其他的乐器的话会简单很多。如果像一些钢琴啊，或者吉他呀，或者一些旋律的乐器，里边会有好多个不同的音高，就说明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需要你去控制。但是非洲鼓的话是只有三个声音需要去掌握的，一个呢就是它的，先别，这是秘密啊。嗯，就说吉他的，当然我知道了啊，对，有很多根琴弦是吧？对，然后有很多品位，你不同的它反正不同声音。钢琴有88个键，然后打击乐还有一个大家特别熟悉，就是那个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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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那它和这种传统的或者说现在的打击乐有一个本质的什么不同？那个的话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鼓组会比较多，然后它的音色会比较复杂一些，然后非洲鼓是比较单纯的一种吧，然后因为音色的可调性会比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但是这个呢就是它的声音或者说它的一些特性是和那个架子鼓也好或者其他打击乐器有完全不一样的色彩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那是一堆鼓，这是一个鼓，是吧？对，其实早说嘛，别说了那么复杂，就是我们对鼓又不太了解，又不太通打击乐，就是说打别的东西，你比如说这种嘛哈，就我们还会，你说打这个下面我们可能就不太熟练了、嗯、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那么我们都对打击乐还是蛮有兴趣的，因为经常我用吉他的时候我也会来做一些打击乐的音色啊，就是它其实都是箱体，那这个也是通过箱体的共鸣，对，是吧？然后鼓面震动箱体发出的声音，是和吉他的原理其实挺相像的，对，并不那么神秘，是吧？当然刚才你说只有三个音，那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然后原声那个非洲鼓的三个音分别是在中间还有边缘的这个地方，是直接用我们的手掌就可以击打出来的，分别是低音，然后中音还有高音，我现在给大家打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嗯哼，这个呢就是低音了。低音，哇，有点像那个架子鼓的那个脚踩的那个底鼓，特别大的那种底鼓，22寸的那个大底鼓的声音、嗯。对，然后是它的中音。那这个有点像通通了就，对，是吧？就咚咚咚，是吧？对，是这个音色。对，嗯、然后学鼓的朋友可能会对这些会比较熟悉，嗯嗯，然后最后呢是它最明亮的一种声音，就是它的高音，高音，哇，对，军鼓，对，是吧？然后这就是它的三个声音。那如果三个声音组合起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我们安静的听一下，你来个节奏嘛，你别搞这么简单，我爱你，是吧？是我爱你，你信不信我爱你啊？那其实就是三种音色的不同的组合。对，然后是组合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是吗？这就像是玩积木一样，用这三个声音的话、嗯、我们按照不同的排序、嗯、不同的节奏的话，可以拼接出很多很多我们想要的声音或者节奏都可以有的，就类似于说那刚才那么多音乐，你就可以不同的前后组合、长短组合，组合出我们想要的节奏型，然后你就可以背着鼓去哪儿呢？就女生宿舍楼下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最大一个好处就是它比唱歌的沾光，比弹吉他的也沾光，沾光到哪儿？就是你心里面很明白了，对，是吧？声音大，对吧？据说穿透力很强，对，这能传多少公里啊？如果是一个人在打的话，嗯，在傍晚左右的话，嗯，可能你们整个小区都能听得到。傍晚，对。那深夜呢？深夜的话，整个这个城市都能听着。对。啊、那你要用劲儿打的话，那北京、上海能听到吗？那需要我们在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公路上站满所有打鼓的人，做一条长龙。其实我有办法啊，把你号码说给我，这样我现在打给你，你也能听到。有科技吗？这是高科技，高科技。那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在家里边，它是鼓的声音很大，你刚才说声音那么传那么远，那么会不会影响我的邻居啊什么？没有，那个刚才是我们说的，就是用特别大的力度去打啊、那平常呢？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演奏的力度打，是没有那么大声音的，只有在这间屋子才可以听得到，就是影响不了那么多人。据说是可以蒙一个布，你看那个张国荣演那个鼓手的时候，他们就蒙一个布，可以减少音量，是吗？就那个也是可以做到的。嗯，就说他还是有一些制音和减弱音量的办法，但是你想要声音大，它就可以声音大；你想要声音小，你就采取办法，是这个意思吗？安全措施、嗯、啊，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打击乐器。那相对